好氣咁樣出席活動喎，驚唔驚？驚啊！今日帶全身帶嘅嘢貴過條命啦，就嚟好緊張啊！所以最高身價而家。今日十二個嚟講，應該我睇個 schedule， 我係其他，因為其他好似係拍緊戲啊，所以今日我係最高身價今日。咁你要入組未啊？哦，我拍咗兩日啦，我已經開始咗兩日，我覺得幾好玩。然後頭第一組嘅時候，我咧係大家劇組同埋我哋都磨合緊。咁我覺得去到依家第三個禮拜啦，好似我覺得開始大家揾到個新嘅默契，然後開始越嚟越順暢啦啲嘢。你有咩特殊嘅技能？我嘅技能就係開心啦，我就係同動物溝通啊。我同動物溝通去解決啲任務嘅難關啊。咁我咧開心嘅係今次劇組就做咗好多準備啦，佢揾咗一個動物全心師 Charming 嚟同我做一個訓練，咁又同我上下堂講下動物全心究竟啲乜嘢嚟嘅。咁我其實我係好開心，我係可以聽翻曬所有嘅嘢翻嚟同只狗試啊。係咯，咁咪猜下佢可以。係啊，我唔理啊，我當佢聽得明㗎我。咁係咪同好多動物相處？主要都係狗狗喺入邊，主要都係同狗狗相處。在这个开始的劇之前他说需要狗狗啦，那我已经立刻推荐了我的仔出去，就说喂，我的仔 OK 的，如果你只是需要他出现不是很多指令的话呢，我想他有机会胜任的，但不得了，因为是需要一些指令的，我的仔还是比较小，他不是 很专心得到，所以我怕影响到大家的进度就不叫他来了。以为差人玩鸡比要差一个角色。是啊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下次有机会希望可以令他加入，可以提名这个新演员。好大想堂，梗系啦。咁冰上火花系咪已经达成？冰上火花，我同 Lockman 嘅戏份就完成咗啦，已经。咁咧，仲得翻系 E 人嘅戏份，争呢一两日就完成噶啦。咁就好开心，历时四个月嘅一套剧嘅拍摄就终于完成。对于 E 人话一个系牛冰嘅英姿型女，点睇啊？佢挑你机喎，佢话你。唉，点睇啊？你又学咗我两个月，咁你叻过我啊，正常嘅。但我觉得我追得都唔错。你會唔會再曬啲片出嚟同佢 battle 一下，大家應戰？我前面就俾咗好多面皮啦，我咁啊睇下陳生嘅反擊係乜嘢先，我再按部我就睇住嚟打。咁你即係有私藏咗好多好人嘅名單都有啊，因為每次落到冰場拍攝其實都好開心啊，大家即係除咗我之外啦，其他演員都係，咁就大家會互拍嗰啲，喂你影下我呢一個，我影下你呢一個啦。喂，我又練到呢一招啦，不如一齊試一下。咁可以，其實嗰時成班男仔啊，一齊玩我都好開心。咁你嗰、那個啊 Tiger 嗰套戲，原來你都係副導。係啊，今次就Tiger 先浪潮試日精選啦。咁就好早之前，佢就同我講呢個計劃，同我哋幾個講。咁我已經一早申請就話，我想做幕後幫佢，我想做副導演，因為我好想試一下呢個崗位做嘅嘢。咁就想嘗試一下之前學拍攝嘅經驗，可唔可以喺呢度用得著，同埋想再學多啲幕後工作人員去做嘢嘅時候嗰個流程係點樣啊？所以就特登揀咗呢個位嚟做。咁其實我有啲插科打韻嘅，我覺得，因為我自己唔第一次做呢個 pose 啊。咁仲有另一個副導演蘇明，咁就今次係佢帶住我好多嘅，佢教住我點樣去做啊，有啲咩需要留意啊，點樣睇穿崩位啊。咁我希望我冇搞到古仔條片啊，咁我諗應該都冇嘅。咁你哋真係要反串做女仔啊？哦，那個就講笑啫。但係如果邱導演有呢個諗法，下次都唔介意揾我反串做女仔嘅。依家虎仔要巴結佢多啲啊，導演嚟噶。佢係咪準備繼續開㗎啦？佢係絕對有呢個想法嘅，我相信。但係就睇機會咯，應該我都會諗。咁你哋嚟緊應該要排 live。是啊，啱啱我就完咗冰上啦，就依家其实录緊新歌，然之后就啱啱 run down 都已经砌咗出嚟啦，咁就开始各自大家练自己要准备嘅嘢啦。会有啲咩特殊嘅项目俾大家？特殊项目啊，特殊项目啊，今次会有俄语歌出现啦。咁中西美法日边一只俄语就大家自己估下啦。咁会有一只俄语歌出现同大家玩下，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異地嘅氣氛，趁大家冇得去旅行，啊唔係，依家都去旅行喎，大家。喂，泰文啊！好難講啊，仲有 BL 劇咁紅。嚇？同邊個啊？我炮哥，呢個要 keep 一個少少嘅彩蛋先。咁就我哋三個擺得埋一齊，咁的而且確係可跳可唔跳嘅。咁最後大家係揀跳定唔跳呢？
咁就到時先知啦。另外今日會同台星陳浩森，你會唔會都有睇過呢啲作品？有啊，啱啱我都同佢傾咗一陣偈，跟住就我問佢呢幾日又去咗邊度玩啦、啊，跟住佢就因為工作太忙，冇乜時間周圍去，佢今晚就已經走啦。咁佢話佢嚟緊好似六七月會再嚟香港，咁我哋啱啱係有再傾啦，就話一次嚟緊嘅交換翻嚟，就下次再嚟嘅時候咧，就有出嚟食個飯我哋。咁 friend 啊已經。咁呢啲禮貌上嘅嘢都要講嘅，但我相信係應該會嘅。佢再嚟嘅時候咧，咁就應該真係可以帶佢周圍去睇下食下飯咁樣。咁你覺得自己靚仔啲唔靚仔？咁梗係佢啦，佢又高過我。好謙啊，已經今日。哦，又可以喎、啊，因為我哋早排自己兄弟咧，因為最近 BL 劇好紅啊嘛，都有講過。哇，如果有個 BL 劇嘅劇本，大家會唔會想試一下咧？咁大家兄弟嘅答案一致都話：，喂，其實可以試一下喎、啊，好似幾好玩咁樣會。因為平時自己生活未必體驗得到嘛，咁就希望拍劇嘅時候就過下癮咁樣。你最想同邊位一齊？你講邊 ？Mira 定咩先 ？Mira 定係？大家都會覺得我係想同阿陳，我就唔揀你，我揀 Long Man 最近 ，Long Man 今日命案首映，所以我揀 Long Man 最佳男主角。仲有啲咩啊？仲有咩 CP 啊？我想佢哋定我想同佢一齊啊？你推介大家嘅 BL 組合 CP？BL 嘅組合啊？我覺得楊樂文加 Elton 再加阿 D 呢三個人做 BL， 其嘅三角關係會幾有趣，我覺得。你加入啊都可以，咁啊四個戀嚟啊！佢哋都咁 man， 會唔會驚人哋唔係好慣啊？要個 man， 只要有個 man 先有個反差嘛，同埋我哋可以為呢個戲去改變個身形嘅。咁如果太 man 咪可能整瘦少少自己咯。咁我覺得 OK 嘅。你加少少呢啲情節落去，反應你哋都差。咁我唔知依家佢哋改唔改得切啦劇本。好 ，OK， 辛苦大家。唔該曬。